在原住民传统舞蹈的开场下，市府民政处举办了一场原住民族模范母亲表扬活动，颁奖表扬11位不同地区的原住民模范母亲们。市长谢国良、民政处长张元祥跟原住民议员陈明健都到场献上祝福。真的很开心哈、看到这么多伟大的妈妈们啊，在原住民的家庭，这个非常的辛苦，非常认真这样打拼，但是你们的家里非常的幸福美满，就是因为你们的大力付出。然后爸爸深深一鞠躬，谢谢妈妈们，谢谢。跟市长讲的一样，妈妈非常的伟大，尤其我们原住民最早来我们基隆的时候，我们先生大多是从事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，所以小孩子家庭几乎都是母在父子的来养育教育我们的小孩子，以至一直到今天，所以妈妈们你们辛苦了。市府表示，盼借此活动来感谢为家庭付出的原住民模范母亲，现场的气氛温馨，也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